欢迎收看《狂人日志》。当你看我背着这张椅子出门的时候，就知道今天这个场合很有看头。没错，等一下我就要去参加第21届的 TORC 的全国年会。只不过唯一的问题是啊，在出发之前我可能过度乐观，以为我们四个人可以开着这台 D90 载着行李前往这个露营的地方。可是你到底哪来的自信觉得他载得下所有的东西？今天走个豪华露营路线四个人是不太可能。我觉得还是要倒一下。我就想你到底要坚持多久。巨幸而这个车的行李箱只有297公升，虽然这可能会是三门吉普的通病，可是你居然要把后座膝部空间设计得这么好，就应该要顾虑一下可能会有四人共游的机会嘛。你确定这放得进去吗？哦，我觉得没有办法再四个人没有关系，我只是没有想到它可以塞得这么满。必须得说这一刻真的是非常的赏心悦目。 Defender 家族全员到齐，前进位在台中外埔的森美园，归功于花了10.2万元就选配的气压式避震啊，所以在 D90 的路感非常的出色，尤其现在后座是有载重的，所以终于让我们恢复自带稳定器一般的吸震表现了。高速公路的巡航中尤其受用，毕竟这种车大多数的时候你真的会想要开它出远门。不过为什么空间这么小？我们甚至还得把行李放在扶手上。你现在再来啊，就是这个直六的动力啊，真的是非常的绵密啊，而扭力的表现也非常的随传随到，所以在这种上坡的路段可以很轻易的就展现出优势。而且巡航的稳定性非常的优秀啊，因为这算是我第一次真的单纯的只是开这台车长途，尤其像我们现在高架上面侧风比较明显的路段啊，它其实非常的无感。遥想以前开着 Jimny 险象环生的日子，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个 fun fact。 巨幸台湾荒原路滑俱乐部当初在构思年会的雏形，其实正是举办在英国 Northamptonshire 的 Billing Show， 基本上是原封不动的把英国的那一套搬到了台湾，所以每年的越野体验才会看起来那么的紧张刺激。希望今天哦，学长们不要对我太狠才好，因为这毕竟还是试乘车。柴油的 Defender 最迷人的就是，即使它只剩下不到1/3桶油了，但它还有459公里的续航里程。在路肩上面奔驰啊，这台车就显得有点可怕了，毕竟它的车体重心真的是比较高，所以这个晃动啊就变得格外的明显。你确定这样真的不会碰到墙壁吗？这看起来很可怕哎。似乎也已经要抵达了哦。哇靠，请问一下为什么会着军服吗？我们是要让你们有来英国的感觉。哦，来英国的感觉，到北爱尔兰边境。我本来以为这又是什么神秘的兄弟会的仪式。 And the checker to the checkpoint。 那等一下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你的粉丝。谢谢，我也是你的粉丝。你有看到那个游园车吗？超帅，这一刻真的有一种置身非洲荒原的感觉。哇，你看这个 D1， 你知道这就是来参加 TLRC 最可怕的地方，因为它不只是一场品牌爱好者的活动，某方面来讲也是一场很精彩的车剧，因为 Land Rover 的车主们真的都很有爱，也很愿意在他们的爱车上面展现他们的爱。哎，四伟哥，盛文哥，哎，太帅了吧！帅，没你的吗？没，当然不是啊。他叫我不要讲，你还讲？对呀、啊。
这是在马上就被考碎了。这一次啊，非常感谢高雄百越借我们这个巨星社台湾品牌打造的 T10 的 Space， 恰巧可以在一个这样的活动中成为一个理想的基地藏的空间。哎，志文哥，我要下去接凯旋车队。真的假的？还有凯旋车队？等我见。我发现他们都很会掌握可以入境的时间，他把他的地形模式做成贴纸。哎，好了，我们赶快去帮忙，要不然我们的同事可能要炸裂了。身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，我们当然要随时随地可以把跟厂商出借的东西清理干净，而且我发现它的泼水效果非常的出色。总算在一阵奋战之后，我们终于搭好了我们的作战指挥中心了。唯一的问题是，现在大家似乎也都没有胃口了，即使现在已经是正午12:15了，然后等一下好像就要开始越野体验了。哦，不过话说回来，我刚才也特别被告知了，就是我今天有可能没有办法驾驶着那台 D90 下场去跟大家同乐，因为他们说这台 press car 主要的用途是拿来市区里面通勤代步，那我就做我朋友的好了。发现一件非常可怖的事情，就是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杯啤，然后我们现在去越野了，慢慢开就好了，慢慢开就好。我们先喝到一半嘛。这边是一个卖工具的，就是你叼枪的时候可以来这买。巨星他们在活动开始前一个礼拜就规划出这个路线，最疯狂的是这居然是一段由百路驰轮胎所赞助的路线。不是，你要当我 navigator， 因为我有点哦，出发了！你刚是不是关了全集？对，我刚关了。哦，感觉似乎比刚滑了一点，非常的我本来想要称赞他的。没事，很稳。OK， 可以。换哦。他会变透明，就左右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应该开这个吗？大落差交叉走，刚好可以看一下前面 D3 的表现。好，哦，开过吗？有，啊，第二次。第二次，可我有点忘了。第二次要收3000。啊？什么时候3000？你是认真的吗？关主自己收的。哦，关主自己收。刚D3基本上前轮都悬空打滑了，我们看一下。哦，你可以刚好可以看这个沟，哎，干！有，哦，应该悬空了。哦。他走难的路，走难的，真的假的？好像是。哇！真的屌！所以现在要拉出来啊，那你要挑战吗？第二个要冲啊！你不敢踩就会停在那边。那要不试试？没有让你冲啊！哇！好，挑战下护板的强度嘛。文哥，有没有诀窍可以传授一下？第二个。不要怀疑，来，你来，这个模式选择这个，来，你用沙，你不要怀疑，用沙地模式，用沙地，是因为他这个时候给的动力会比较大吗？这个、其实是我跟飞狼，我们经验去讨论的。嗯，你想想看，你在撒哈拉沙漠，它可能需要最大的直接动力的输出反应。好了，来了，终于，决定性的一刻。走。哦，吹了！哦，好，来停！冲啊！我现在才发现这边已经连了一块泥巴了。油门到底了！哎！快走下去了！退下来，那就退。然后退，退到底。来，边到 S。我们现在已经进锐全出了。
不能回油。不要回油，是。Yeah！ 哦哦，往右右右右。啊！哈哈！不要回油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要收油，就一直踩。对对对，你刚刚都有收油啊！再给几次，冲啊！冲冲冲冲冲！不要回油！啊！太屌，英雄人物，英雄人物，可以出赛。不要回头嘛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你现在应该不知道你车外观怎么样？等一下看一下。我也好好奇哦。可以看到活动现场非常的开阔，甚至还可以远眺，那边应该是台中吧。而且这边除了越野场地之外，它甚至还有打卡的区域，但是看起来蛮可怕的。大家好，小朋友还在后面笑。越野真的是很亲子的运动，是啊，合家欢乐。真的是不敢相信我的眼睛，因为这似乎是一个专门在贩售 Airstream 的摊位。我决定我要去侧面了解一下，如果是的话就真的太浮夸了。可以问一下这个 Sport 要多少钱吗？Sport 有两款，这个是16，这个是20，这个我们新车是240，这个、新车280。这里面实在太舒服了，这里是洗澡，对对对，这是一个厕所，非常完整，而且还有一个化妆镜，对，等等。No no no！ 谢谢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那台似乎是当时 Range Rover 十周年里面那台蓝色的 Classic， 它现在被漆成黑色了。无论如何，车况看起来都还是很漂亮。请问一下，还有吗？不用等了，会演奏很好听的音乐给大家。Land Rover 口味吗？那我先把这个买起来，这个是什么？啊什么？很想要跟他抢夺他手上的地方。啊，所以没有了吗？都没有，就是要晚一点，因为晚上的还有预订单这边做。哦，那我可以预订一个珍珠撞奶吗？可以。这就我给你吃一个。啊，没有人敢自己独自完食一片，除了 Marco。他说好，他说这是他的招牌。这就是没有预期的甜。但是它珍珠是新鲜的。对，我觉得它的 cheese 很棒。他把披萨当成是甜点，这样子，对，很好吃。你在干什么？那台白色的 FC 上居然装了 T137V。再给我们狂人志的 Vincent 热烈掌声，好不好？来 ，Vincent， 我这边还有一项礼物要送给你，这 TLC 的红豆乳，你要接受吗？你接受是吧？来宾，掌声鼓励好不好？我来讲，你这个讲哎，你要拿这支红豆乳回去的时候呢，对不起，你就是我们2022年的会长，来宾，新任会长。
来宾，谢谢我们的粉丝，谢谢光仁寺粉丝，谢谢。我一定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行政主厨 Marco Kuo Mr. Kuo。 上个礼拜也是我，上礼拜也是你，明天早上每一团都是你。对啊，我们等一下做一个你一定很喜欢的料理，虾子。你喜欢吃虾吗？